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又要断线了？我东西打不开、欸，哎，真假的？完了！不要！哦，原来我在家被面开。哎、欸，可是我真的有点搞不懂哎、欸，那个鬼他是增加分数吗？好像有哎、欸，折皮的分数到6000哎、欸，真的吗？让我们爽？不是按、那个分数能干嘛？对啊，问题是那分数能干嘛、啊？那个分数就是让我们爽而已，不是吗？我以为就是比如说他至少比如说这个房间可能通关，你要给一些道具啊或什么比较划算嘛，你才会想去打那个鬼。对啊，比如说加个时间，加个一小时之类的。对啊，所以我觉得那个房间有点恶搞哎、欸，就恶整的感觉。啊、哦，他是那个是拿来拖时间的啦，可能是那个应该就是恶。我们要从一楼继续找鬼。安安现在在一楼、啊。那刚刚真的是我雷，抱歉各位。真的，你知道就好。哎、欸，是一般的关卡哎。你们自己叫我要过去的。我刚刚就叫你不要进去哦。对啊，开始怀念这些会让我们黄标的鬼。就到时候 YouTube 还真的给我们黄标、哦。对，我才发现他没穿衣服了。你讲那怎么穿？怪物身上会有那么多香蕉啊？你要先看它长在哪里。不是，我真的快被香蕉弄到死掉了。你想让你红跳？不要再掉香蕉！我的地板去！我们哎、欸、哦，我觉得应该就是他们是特殊的三个关卡嘛，特殊三个关卡有隐藏房间才会有那个大墙壁鬼吧？不知道哎、欸。以后看到要隐藏的房间就不要再进去了，好不好？我是没有进去啊，我出来了。很好，尤其是奇诺比奥之类的，那个千万不要拿。我们真的要找到大房间，它这个关卡是一个房间只有一只鬼，所以应该会有一个房间鬼特别多。你说我这间吗？我是全蛮多的啦。哦，好吧，应该是你的。我需要帮忙。两只在跑，两只丢下跳。啊、那应该就是你那里了，应该是你那了。为什么他们有那么多香蕉可以丢啊？可能今年盛产吧。我剩54滴血。哇塞！可以啦。啊，完的，我这里有两只大鬼，我可能要一阵子。没关系，我来帮喵啊。你很好啊，我看你在家暴哎、欸。但我不想跟他当一家人啊！我去帮小白，还在玩床啊？你们两个？哦，你是说他们在床上谈谈吗？对，他们真的在谈谈。哦。哎、欸，小白那边好啦，根本不需要我帮忙啊！哇，有啊，小白就可以了。小白没有啦，你可以来台北，就装不来啊。应该哎、欸，盛哲平那边是不是两只？对，我看你敢怎么回啊，小白？你回来，你就要上来了。哎、欸，不是，等一下，我有那么多香蕉啊！你也遇到了哦，香蕉也太多了吧，快摔死了！我一直没体验到那个香蕉，哇塞，怎么那么多香蕉啊？而且香蕉都还在地板上哎、欸，交给你了，喵啊！就那一只而已哦，就只剩它哦，白痴哦！给你啊，你不是想看香蕉吗？我不想看他的香蕉，我要去看你们的香蕉。那你要来走路，来走路。地板很滑，小心一点、啊。走那么多次，你硬要在那边呢？我踩到香蕉，因为一进来就踩到。没有问题吗？哎、欸，可是你看，哇塞，2000分哎、欸，还是我有没有？哇，不愧是猫王头的人。哎呀，你们很会哦，谢谢哦。在等哲平剪片有没有？我在挖鼻孔。你们很会哦，谢谢哦。都知道我哪里卡断路哦，埃及关哦。不要乱去开不明的大门哦。下次哲平哦，就雷啊。没有，那个是奇诺比奥，这个不会了。而且你也不能说是我，啊、奇诺比奥是白痴，又是香蕉。来路过路过，哇、哦，这个床好帅哦！我真觉得他星座的地图真的很帅、欸，很有
对啊，就很有心哎、欸，他不是单纯游戏里的东西拿出来而已。他其实是单纯游戏里面东西拿出来、啊，没有没有，他多了很多故事里头没有看过的景。啊！我的鬼跑掉了。掉啊！刚刚有一个人说啊，他那个地盘那么明显呢、啊，不会踩到啦。掉吧，哎，掉吧。你在哪边喽？不是啊，这个比较难看，好不好？是白色的。啊，真的耶，你知道我刚刚那个也是埃及观哦，少来了。啊、对不起，我刚刚那人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？是谁啊？真的不行。哎、欸，喵哈没有去救你哦。不是，我在打鬼啊，我还在打、啊。我还有个喵哈很接近你。哎呦，这一包是谁啊？是我啊。你可以戳一下看看。是我要送你个钻石，有没有？啊，爽爽爽！我们要去。哎、欸，小白，你怎么了？你只是想、欸、你等一下，你只是想引起小白的注意吧？老师你在干嘛呢？我们来笑你。不是、啊，我以为要被门骗。你的孤翼己真的很好笑哎、欸。孤翼己是谁啊？你的那个魁翼己啊，你的头。那为什么是孤翼己？他的英文就是孤翼己啊。哦，是哦。对啊。耶，过了！哦，猫王小白哦，等你哦。小白好慢呢、欸，小白好慢哦。刚抓鬼啦，一直迟到。哦，不是故意的、哦。来了来了来了，又不来台北，是不是理由啊？是啊，这边有其他门呢、啊。哎、欸，对，怪物好少、哦。哎、欸，那右边那边要怎么通过去啊？走右边吧。哇！要绕路哎、欸！哇，他这个地图设计好奇怪哦、喔。哦。哇，我觉得我要开始乱造一些东西，看能不能拿到钱了。不是钱啊，那个时加时间的。哦，是厕所。哦，有钥匙、欸，有钥匙，钥匙。哪里啊？我们现在都还没找到那个东西呢。上面吧，右上。好，我去右上看看。欸，为什么我左下角有显示钥匙？这地方，哎呦喂！哦，你，哎、欸，你又，哎、欸，真的耶，左下角怎么在那么远的地方啊？哎、欸，那也要怎么去啊？难道是隐藏的？是在地图外面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会这样？闹鬼哦、喔！哎、欸，是闹鬼没错。为什么泽皮一直呜呼？你是变星星了吗？那边怎么去？不是、啊。哎、欸、哎，喵哈断线，我断嘞。哦、啊！不是，这个怎么办？不是啊，这怎么过去？没有反应。再见了，世界，怎么那么难、啊拜拜？我们真的喵哈了。我们真的是第一关都没过哎。真的耶，毫无反应。哦，我还没开房间。哎、欸，阿波，我在谁的房间里面？哦，这个啊。那我要把这个打开。哦。喵哈，过来。进不来啦，你们两个小房间太恩爱了，我闯不进去啊。不好意思。玩太凶了，我跟小白的，哎、欸，嗯，房间，双人小套房，那我该退出了吧？你还是进来了，好、哦，我们这次不能闹了啦。我觉得我们今天先把目标放在五层楼，好不好？哎，哲平，我们又有二楼诅咒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啦，刚刚我们到第三楼奇诺比奥才输哦、喔。因为就是死在奇诺比奥，所以我们没有过啊。不会啦，可以啦。没有，我觉得刚刚那把神秘的钥匙比较奇怪。哇、哦，很奇怪，新的 disco， 这好强哦、喔。disco， 这应该是我的房间。对，这是你的房间。我的喵啊！哇，他的音乐、哦，哇，好多大树啊！哎、欸。啊！你已经中到地毯了。哎、欸，鬼的装扮有变呢，他身上会涂那个荧光粉。哦，还擦粉哦。嗯，荧光线条啦。哦，这血量有百多，哇，比大叔还高。我这有三个大叔。变很高哎、欸，我的天！他们现在是怎样？吃了大补丸是吗？而且好难吸哦，太大。太大了，所以不好吸。好了解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没有没有，太大不好吸。问你啊，问你发生什么事情啦、啊，白。
哎嗨，记录过。嗨嗨嗨，没关系，你大的慢慢吸就好，我先去看有没有小的。OK， 我过了，我过了。可恶！哇哦耶！什么意思？我在哪里呀、啊？我音乐太瞎趴了吧！哎呦，两个小金鬼在床上干嘛？哎、欸，有在洗澡哎、欸！哇、哦，他们变成未来战士的样子了。你会不会被黄标啊？偷看别人洗澡？不会啦。哎、欸，各位，我发现喽，这个房间没有门哎、欸，表示不要。他有隐藏的。不要做尝试，可以看一下下。搞不好进去不是墙壁鬼哦。好，搞不好哦，我们照看看嘛。搞不好进去是 disco 鬼。太大了吧！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那个鬼长得不太一样哎、欸，不是我，我是认真的，他长得不太一样。你可以叫啊叫啊叫啊！你又想把我们吸进去，然后说哈哈墙壁鬼？没有，是真的墙壁鬼，但他长得不太一样，然后叫啊这里这里叫啊！来了来了！哎、欸、哎，丹、欸、丹，你们要去看吗？我快把这只摔死了，我们先去看一下那个好。好，我看过了。好，那我们要救猫喵哈吗？当然救一下，不然这么大一包你放着长霉啊！你说是的，这里啦！是的。哇哇！这奇怪，到底怎么？哎、欸，哦，吸到了，吸到了。你那又嫌太大包不好吸，是不是？小白，你进去看看。你一定要进去看一下。很帅哦。很帅，超帅了。嗯。它会闪闪发光。哦，哇哦！哎，他们不会动哎、欸！啊，真的假的？他们不会动呢、欸？哎、欸，真的、欸？为什么？哎、欸，他们，不要照他们，好像都没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差一只哎、欸，你们要不要打一只、欸？我们就差了一只、欸、哦，不要，这边一只三百，这边一只三百，他们好嗨哦！哎、欸，我发现这边又有一个隐藏房间，他没有门呢、欸。找他？我在叫、啊。另外一边的嘛。你们要杀死这只了吗？啊？啊，有一只在我这啊！啥？哦，我，你干嘛留着？我, 啊、我想说，你们想要看那个布灵布灵鬼啊、欸？我是不是又要断线了、啊？我东西打不开哎、欸！真假的？完了！不要哦！不要哦！不要哦！哦，原来我在他背面开。不动是不是？哎、哦，哦，有了吗？你有了吗？啊，我有有有有有有，因为我刚刚对着宝箱、啊，为什么你零分啊？凯吉，凯吉，你零分，凯吉，哎、欸，我那有零分，我一二零零啊，没有，你零分，没有，我真的一二零零啊，凯吉零分，显示的问题吗？哇，连他们的是不是也不想算我的成绩啊？哇，好啦，二楼啊，哎、欸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回收金钱我有玩过，它变难很多，死定了，所以不加油不行，你就偷玩啊，我就偷玩啊，我就偷玩。你就烂，好啊，没关系，加油！哎呦，找钱找錢！他那个什么礼包打开来是两只鬼、欸，而且还会有很多小鬼。哇，不是在送钻石了啊，送珍珠。礼包，你还是礼包的。等下我可以把鬼摔到那个床上面去。你又想干嘛了？你想干嘛？哎、哦欸，不是啊，这礼包里面有大鬼哎、欸。对啊，它变难了。哎、欸，那个小鬼太晚打会那个哎、欸，那小鬼太晚打会跑掉。你说黄金鬼啊？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等一下，这个不是我们玩正片的时候就有的故事啊。哎、欸，是哦。哎、欸，对。对啊。可能是我没在注意这个哦，哦太急哦！玩这款游戏该打哦！哇，行吗？七千五，七千五有点困难哎、欸，有点难哎、欸。不用怕，我来 carry 你们，因为我有超强吸尘器。哇、哦，那你要不要来吸一下左下角的小鬼？为什么要吸小鬼？因为它是会丢香蕉的，完全没办法的。干嘛吸它啦？要吸就要吸黄金鬼啊！里面有两个黄金鬼开不了啊，就小鬼一直干扰啊。那就换房间啊！好吧，我只好换一个啦。啊啊！我把钱摔进浴缸里，捡起来。捡得起来吗？哇！
你在浪费我们的钱。还好啦，少一个星球。不行，逮就不。我妈说一块钱存起来，你存一个月就可以吃一个。那是30块，吃一个和牛。三十块可以买什么？以前可以买一个便当。哦，三个大叔也太麻烦了吧。以前可以买一个便当，现在不行了。再也没。哎呀，不是吧？这样子玩的。是哪一个是我的？上面是红色的，小白在上面。我的来了，我的来了。啊！哦不！这瓶雷哦，在这里。我也知道了。我们还有，我们这还有快3000块要努力耶！我来了！快点！我在努力了，我在努力了！快点骗！是这样吗？啊啊！救我！什么？不要！啊！救我！拜拜拜拜！没有时间了，完了！现在帮喵哈刷这两个。那我去救采集。好，我可以稍微调一下角度，增加一点娱乐性，上下上下。我们还有一分钟要赚2000块，可以啦，2500块。我感觉到脚步声了，这两只一直在哇，好大一包，我要怎么吸啊？哦，哎呦，好难吸哦。啊，有了，哎，谢谢。哎，有钱，救人也有拿到钱，不、哦，哎，2500还是2500？怎么还是2500啊？是你这边，哎，喵啊，嗨，这边根本就没黄金鬼啊。有啊，旁边的那个箱子啊，没有，拉一下。金条，你别是金条，二老母知道啊。完了，谁在那边一开始那个？蘑菇人要乱玩呐、啊！你呀、啊！哇，我后悔了，没想到这么难。哇，没办法了。要没了。没了。这个的模式的话，根本就不用想要到20。哇，因为好难哦。他这个真的就是小鬼干扰，真的太麻烦。小鬼干扰。惨兮兮啦，好惨哦，有够难的。